让球有飞行的话，你必须要打在球的下面的内侧哦。又是一个滚地球中间方向，哇，这个球王胜伟没有来接住的话，同时是不是要再添分数了？哇，这个 play 两分回来啊！哇，刚用球爆量啊！哦，那现在进入到第二轮了，布兰登的状况是不是有调整回来？又是一个滚地球，又是中间方向的穿越安打。嗯，我想对有点。算是头脑有点太硬了。哦，又是一个滚地安打。那现在林嘉伟绕过来之后，脚步停了下来。邱志成第一打席虽然没有打安打，但是这个打席，这个球打穿，基哥今年赛季的第一次安打，三连胜。这球起跑了，打成一个高弹跳，顺势穿越了游击区，形成了安打。那提前启动的基哥现在上三垒，哇！哇，这个战术蛮大胆的，而且获得了蛮好的效果。中间方向又是一支中间方向的穿越安打，哇，今天投手队蛮多都是这种从中间穿出去的滚地安打。战术啊，没想到被对方给识破。这个球右边方向的平飞球落地是一支安打，而且球一路滚到全垒打墙边，现在陈杰先绕过一垒之后上二垒，有没有机会上三垒？没错。这个球陈杰先要冲三垒，这是一支三垒安打。林旺熙的这个初登榜的第一颗球，并没有特别的留下来哦。好，中间方向，哇，今天统一狮队安打都是中间方向滚地球，蛮多了。多了，这过往就是统一这边比较常出现的一个特色哦。现在看到，哇，长打出现了。打在中国外野方向，有陈庸基到过三垒之后没有停了，要拼本垒。那这个球富邦队，哇，连击出安打的陈崇宇都上三垒，这是一支带有一分打点的三垒安打。我只有这颗球，中间方向的飞球落地是一支安打。林敬凯也敲出了他在这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，今年赛季的第一安。是比较有经验的，然后现在看一下林嘉伟的部分，右边放下了飞球，这个飞球欧巴了，林嘉伟有机会敲长打，那现在一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之后，紧急刹车，哇，那二垒没有人，二垒没有人，可是他的跟球出了什么状况啊？哇，哎呦，落点蛮巧妙的，三垒手没有办法处理，哎呦，安打，有安打，有安打。对，记录你像日职、美职这种把场次拉长的时候，看一下左边方向的平飞球落地是三打，他现在要拼本垒，这个回传球直接传在本垒这一边，捕手传得漂亮，哇，挡住了这一分了，没话说，马上就想到20年前，先来看一下林嘉伟这一棒在左边方向落地又是三打，哇，要铁支了，而且这一支安打上二垒没有问题，现在到过冲三垒，就要上三垒。又是一支长打，哇哇，在今年的第一场比赛，林嘉站在场上，真的好事就会发生哦。对，那如果你太多负面的话，紧张或者是怎么样的话，你当然场上这种压力哦跟考验，对方也不是说教做的啦哦。所以就像小破先前讲的哦，现在捕手这一环应该教练还蛮放心的，哇，果然延续了热身赛的好手感哦。这个 contact 的能力还是相当不错了。